牛排还要厚切的鸡排在这边哦。高温油炸面粉一裹，直接下锅，国民美食非鸡排莫属，类夜市怎么能错过？全台夜市这么多，民众最推的有这些。饶河啊，三重那边的观光夜市，台南吧，台南的花园夜市吧。从北到南通通有，网友票选全台最夯六大夜市，其中最热门的就是台北的士林夜市，二到六名则是饶河夜市、台中逢甲夜市、宁夏夜市、高雄瑞丰夜市，还有宜兰的罗东夜市。光是台北就有三间上榜，不过各地美食特色大不同，网友最推士林老牌的庙口面线，饶河的药炖排骨超级入味，来到逢甲也必吃古早味蛋饼，宁夏夜市的超大颗蚵仔煎，还有瑞丰夜市的鸡排超厚又多汁，当然不能错过罗东夜市的当归羊肉汤，都是老饕的口袋名单。肥美的控肉再铺上满满的花生，让人看了马上想咬一口。这个必比登的推荐美食位在台北的华西街夜市，他们夜市不止台湾人爱逛，还是韩星和外国游客的必排行程之一。来夜市吃同门美食也成为台湾的观光特点。而新闻黄昭胜、周若平综合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